我们现在呢，要很用心来印证，印证佛陀所说的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这就是人生啊！一切虚幻，真正的苦集灭道，就是苦啊！光是叫苦没有用，苦一个字，里面的道理呢，是涵盖在人间。苦啊，人人呢，没有一个人不苦，只是呢，在自欺欺人，自己在那欺骗自己。哪一个人呢，没有形象的苦？更多的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心中的烦恼，有心中烦恼无明，这才是真实苦。所以这种苦啊，是从极进来啦，进来的苦集什么呢？就是集一切的业，起心动作无不都是业。咱起心动作无不都是业，只是呢，在善与恶的业，业都是做作啦。善恶之间，无定着善恶，两个都是在自己的心灵中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忏悔啊，也是非忏悔不可啊，因为自己无形中起心动念。不小心的动作也是点滴的业力会集中起来，所以一根水啦，是从一点一滴累积的啦，这就是道理，用很浅显的，那就是其实每一点滴啦，都是有无限量的积来的道理。一滴水看来真清真简单，可知道现在天地之间水大不调，缺水，水灾啦，造成很大的灾难，也就是那一点，那一线，那一片，就是点线面。天天在看天下灾难，都是累积起来的，所以跟大家说，这就是法。舒服啦，对的，一段时间一次一次再提起，我为什么一次大灾教义，我为什么一次呢，忧郁悲苦这种语言啊，字眼一次一次都出现在随时的笔记中，可见啊，这就是因缘吧。如是因啊，如是缘，如是果。我们看见因缘已经
有形有相，这里形象啊，摆在我们这几天虽然是很悲伤很心痛，这都是无法挽回的时间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很多的大灾教义，大灾教义里面的道理呢是很大很大，见证无常，见证悲苦。这无常，无常在苦集，我们现在开始知道灭，这类景象呢也要随着时间让它过去，但是这样的景象转为法，我们要接受教义，灭我们要把它灭掉，但是呢那就是道，苦集灭道，那样的阴影啊，在我们的心灵要把它扫空了，这叫做灭。转为法，见证无常，不然的话常常说靠空无常，不知道什么叫做靠空，不知道叫什么叫做无常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心不净，什么叫做观修时刻。我呢就跟他妹妹讲说，妹妹你不要再玩了，即使在这边你喜欢你还是回家吧。好，我那时候伤害我心里也很难过，那天我没有更好的话去安慰这对家人，我只能用上人在讲的佛学，静静的流着眼泪陪着他，我没有办法多说什么话。对，对，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，很宝贵的经验，也真的很感恩他们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上人，我们想说我们是有使命的，我更应该要往前走，才知道我有出口。我觉得我生命的另一个出口，就如同那个山洞的另外一道光，是指引我应该更应该往前走，而不是就停在现在。这总是呢，话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。我们呢，已经感受到了法在人间。人间呢，就是因为有苦的法，人间法，所以我们呢，要用佛法呢，去对治它。这种众生有苦，这样用法有医啦，法要医啦。人间有苦，法要医，所以苦集灭多，看见无常，体会呢那样苦集灭，我们现在也应该要把它灭掉了啦。所谓的灭，是随着时间。我们现在心灵的物质，那样的物的内心呐、一种心态，要听师父的话，这都是师父，跟大家人要呼会的，大家请你们虔诚的心。来接受师父抚慰的情，不要再放在心里的惊怕，唔通惊。这几天呐、我看到了国际间呐、很多很多的国家也纷纷传来的。那一种哀悼，那一种祝福，这都是在国际间。
很多啦，这是代表这么多的国际间的瓷器人，代表我要说向他们说感恩啦。这瞬间呐、啊，万般情，一、那个瞬间呐、啊，其实呢，啊，千万般的情绪说不完，但是呢，那一份菩萨情是遍布了，这个在扩大爱，拉长情。